滚轴筛，又称滚轴筛煤机，专门为解决复合粒径燃煤不重复破碎的问题而设计。在实际应用中，不仅有效减少了煤细粉的产生，还大大提高了燃煤的利用率，同时它还能避免阳锌现象的发生，降低非硅含碳量，防止林格曼黑度超标，让您的燃煤筛分工作更加环保高效。它巧妙地将弹性注销连轴器与梅花状筛片相结合，确保煤料畅通输送，显著提升了筛分效率。滚轴筛筛面由平行滚轴与交错筛盘组成，实现均匀筛分，提高筛分效率，降低耗能，为用户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。同时，滚轴筛还配备了保险装置，防止物料卡轴，确保设备安全稳定的运行。滚轴筛凭借其高效、环保、稳定等优点，在冶金、化工、建材、煤炭系统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，深受用户好评。如果你想解更多关于滚轴筛的详情，欢迎私信或评论区留言。我们凭借服务热电企业的丰富经验，拥有众多客户见证，能精确地满足您的需求，为您量身定制筛分方案。